黄浦雄就让你们真正的白手起家。涂油彩的朋友都接到 M 的警告，不准用金钱支援我们。预料之中，所有的相关企业我们都去喊，请他们不要给柴少爷、景少爷任何工作机会。小麦，我们跟 M 斗的是决心，谁撑得久，谁就在这场比赛夺得获胜。可是我舍不得。中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:15，公主小妹。